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之前分享过不少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优质私人岛屿，本期将分享美属维尔京群岛的一座私人岛屿 Thatch Cay。Thatch Cay 位于美属维尔京群岛的中心，距离圣托马斯岛东北海岸线仅 0.5 英里。从达圣托马斯岛的现代化国际机场驱车不到30分钟即可抵达港口，再乘坐5分钟的快艇或直接乘坐直升机即可到达这片天堂。该岛占地约230英亩，从岛上可360度俯瞰加勒比海、大西洋以及美属和英属维尔京群岛。气候宜人，全年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。岛上自然景观及物种多样，有茅草滩、珊瑚礁、海草床和丰富的热带鱼。在海滩上常常能近距离观赏到海豚、海龟、座头鲸和海鸟的嬉戏，以及一些动物的季节性迁徙。Thatch Cay 尚未开发，但基于岛屿情况及现有技术，基础设施建设并不难。该岛划分的住宅开发区共三个地块，西部57英亩，海拔170英尺，中部57英亩，海拔300英尺，东部115英亩，包括码头所在的 Eva Point 地区，海拔500英尺。每个地块上被允许建造最多六个住宅，每个地块包括一个主屋和一个宾馆。岛上有四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方案，包括住宅、度假村和混合用途计划。每个方案都包括一个直升机场和八个码头，可容纳40英尺长的船只。岛上还设有娱乐海滩和徒步旅行路线，投入约25英亩用于保护。Thatch Cay 是美国领土，提供安全和稳定的环境。合格企业可以通过 EDC 计划申请税收优惠，包括大幅减少或免除营业税和个人税。这座岛屿是一个提供私密度假和独特生态体验的绝佳选择，将为投资者提供无限商业价值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体验。Thatch Cay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